江道生哦，即马一方面是利用吴金娇的身体，啊，佮有即个身份；另外一方面是用法术控制家风啦。因两个根本就是一个当机一个倒头，想尽办法威胁，甚至佮侵略，互咱大家会当打入去阴色的局内底。总共一句话，因就是想要趁这边的机会，把永兴、黑旗，还佮武山集团全部好起来抵罪。虽然拄只吼，无遂答应江道生开出来的条件啊，啊，毋过吼，崩彩下一定会赶紧落来，变咱吃的，总是袂当让伊感觉伤顺利啊。其实阮大哥就是安尼想的啦，所以拄只态度唔只打这两个，一个调工甲文金姐啊两个人小妹，刷来家风唔只着急，甲阮哥两个小样，上主要无对哦，就是要让因两个骨卡赶紧说出来。也毋过，我也是感觉咱先想好对策啦。江道生会晓发顺的，总无可能真正阮干妈一个人顾咱大家。这部分哦，妈已经来研究完啦。永康话，伊江道生病一撮，草药买不回去，较袂让怀疑。拄只草药甲文雅因偷偷咧塞目杯，一困啊，人拢走无去。无论是比克多伊咧参详啊，我在因拄只毋是甲瑞安出去啊，伊办公室的门那是关起来。所以啊，你免烦恼啦，啊，这种代志嘛毋是你当做决定的啊。恁做伙在遐咧参详啥？应该唔是咧骂我吼，讲我春班要占你的班底。文姐，你莫误会啦，我是想讲，我甲超越早晚是结婚啊，到时我的就是伊的，伊的嘛是我的，无啥计较遐济嘛。就是啊，拄则我甲文瑶是咧问武总的讲，看是毋是等亚杰婚礼结束了后。我爱开始筹备我甲文瑶呀，啊，我阿公哦，无得卡，因为这件喜事，人就气过。不用啦，我无善想，终生大事哪会能共生笑啦？文英姐，爱钱个都要创啊啦，超越嘛是一片好心，为哪讲那失相啊？哦，我的意思是啊，咱希望江总裁会当醒过来，嘛无需要。用超级的分数来冲气啊！咱就好好诶，该照顾嘛，赶快来当亲戚过来嘛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拄则听咧，惊一个呢，未输你是伊的亲阿公呢。真当可怜啦、啊。我即摆个 stand by 啊，等罗在新到几点而位啊？你是出啥？我得把这吊车顶完吊的物件弹落来。我知啦，到时阵再听我命令行动。好，我知啊。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只要你不是挑工要去伤害别人，爸爸绝对挺你挺到底。咱爸阿囝呢？咱爸阿囝哦，无什么代志袂用个讲个。要弹也唔弹啊！啊，你们的讲话，伊拢要行出范围啊呢？
家峰啊，啊你徛遐创啥？唔着紧行啊！家峰啊！哎，家峰啊，我车啦！家峰啊！家峰啊！陆在兴是用伊的身体去保护我。你是在想啥啦？啊，你路安尼湿湿湿湿是足危险的哦。是啊，爸，我拄只龟头壳，拢伫想讲要怎说服保护党，啊，要来参加咱的计划。我真是无注意啊。都是爸爸嘛。一定是爸爸哦，拄才咧会议上无答应今日的条件，我咧感觉足失望的哦。毕竟这个客户啊，你付出真侪心力，你一定足希望家己做，亲身来完成家己的理想，对吗？我无怪爸啦，我知影爸可能有爸的顾虑也是压力啊。其实我也这么丢毒啊。就是因为考虑到你，因为我，我也不敢凊彩把这几百亿资金投落去，就是惊讲用心搁在我的手来倒落去。利用五年的心血，真无简单。只要用心这个坎，帮中是搁徛起来，我当然爱替你顾条条啊，绝对袂当有任何的失格差啊。不过家风啊，但如果因为安尼，让我的好心感觉烦恼，感觉失望，那呢，我甘愿放弃我的顾虑，我要选择跟我的好心做伙去拼一遍。所以，爸，你的意思是，你答应啊？咱不要惊，做伙阁出去战一遍，加加输两年啦，无什么了不起啊！行，爸，啊，咱往另外一边行啦，头前在做工程，较危险。但因为罗在兴拄只保护我的行为，真的有小块感动。说出去啊！我伫罗在兴嘛点头答应啊，我会当对客票交代就好啊。就是因为罗在兴向洪家变注意支持你，你就伊保着伊的老命。无唔对，今日罗在兴已经答应要甲客户签合约啊，我都无必要冒予人发现风险对伊下手。先卖讲伊若死了会有啥物反应，对咱的计划敢有影响？客户办丧事真麻烦呢，而且嘛无可能因后主跪在面头前啊。我做袂到，我实在无必要自找麻烦啊。嘛是啦，今日已经答应咱的条件，加一事不如减一事嘛。等我个永兴、黑旗、武山集团拢屯过来，我看叶罗在兴啦，哈哈哈，袂可能连升第二摆大计。我其实都有可能，
根本就无需要咱出手嘛，啊！嗯，今是跟谁在讲话啊？我笑到遐尔欢喜着。景景景，三景起大厝，四景吃袂富。啊！我即马就想断言啊，因绝对料想袂到，会落魄到迄款的地步。伊是在讲啥？罗家凤，啊，你来怎来遮？我替校友来学金石啊，安怎？有啥物意见啊？家凤，感谢你专工哦，送校友过来。啊，你转去甲罗董来讲，我等下哦，请财务部甲钱转入去你用心的口袋内底。吴金石，麻烦你咧，客气啊。计划先计，我先来哦。说到嘞，就要看你的表现了哦。什么叫做看我的表现啊？我讲不是已经把合约提到回来啊？算你不要有样看样，至少也要家己想啊！啊，你的答应，这是我料想会到的代志，敢是你的功劳？所以你爱我创啥？今仔再看麦，五山集团迄块总裁椅啊，比起来更有舒适。五山集团迄块总裁椅啊，是我建的。那是要比起来哦，当然嘛是迄块椅啊较舒适。安尼就对啊啦，啊，登记花五山集团，登记坐迄块龙椅，那不是你的梦想。你哦，都替因制造一个公安意外，让伊的资金出现破口，然后。我就会当用甲伊签的合约，变到绝路。说落来，迄五山集团都归你管哦。这边来黑影个啦，我即马还搁在改善呢。万一那查位我先固定来，我嘛无死人，拢我地龙啊来养老。啰里啰嗦，你若无想要冒这个险，我就甲这個任务。交代给陈东俊啊！你今嘛吼，一定真想要翻身，一定真欢喜，咱接到武山这个大龟，对啊！我今嘛就打电话给伊，啊！想要遐尔遐着急嘛？啊，就算讲我无去接管武山集团，嘛无一定爱让迄个卑鄙的鸟鼠陈东俊去接，对无？我唔是讲我无同意啊，总是需要一点仔时间小考虑一下嘛。考虑了好势哦，未来的武山集团分总裁。好，好啦。莫讲到遐尼无公关好无？伫光明顶，就伫咧头前等你去点啊呢，啊！生气啦！别我等伤久哦，我是无什么耐心的哦。我知影。隔壁分配不是早就无在王文金的身上吗？谁拢我会感觉这个王文金讲话的口气，佮参像佮隔壁有淡薄仔同款，实在是真奇怪。